我来了两三天了嘛，我每次都，到海边去吃海鲜，因为这里的海鲜是最好的。然后威士忌早就喝过了，喝两次了。那么还有就是它的最有名的那个叫什么杂碎搞在一起的那种，那种食物。那今天中午又去吃了一顿这个，非常特色的这个。你们说的苏格兰的这种风格的东西，非常喜欢。我觉得一个食物能代表一个地区的人们对食物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法吧。